当狗仔爽文里当炮灰。龙傲天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你笑得很心话，动手吧！干掉他！今天轮到我杀主角了！嘿嘿，再见！没打到。好，那换把狙。一起上！我来！好强的主角光环啊！用这个。威力这么大，应该死透了吧？完了，碰上概念神了，要杀就杀，给我个痛快！大哥，不如走吧，他是主角，根本打不死的呀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个痛快，贴着他。原来是距离的问题。主角哥，我现在站你这边还来得及吗？少耍花样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。师父，这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对，就是这种懦弱的表情。大哥，他毒气条都快出来了，我们快跑吧！开枪！你自己要好好的。小美，只有弱者才会被感情所支配。大哥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他是主角，你还没发现吗？惹不起呀！打死他！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要打你自己打吧。废物，我自己来。没能让你感到尽兴，真是抱歉。哥哥，我是你们哥俩 play 的一环是吗？不可饶恕，我龙傲天要复仇。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爽文啊。